10周年生日趴。然后今天的话，我们很高兴我们完成了一些事情，包含我们把主舞台的议程更加的深化，然后把它就是想要做的事情具体的都列出来了。然后我们也决定了我们要切的蛋糕是从哪里买的，感谢怡杰。对，然后这我觉得这超重要。然后就是如果社区里面会有就是懂得怎么放音乐的人或 DJ 的话，可以欢迎大家来推荐一下，就是因为我们会需要一个帮忙放音乐跟 DJ 的人。我之前看到好像 ET 布鲁是可以的，但我不太确定他现在有没有在社群里面，所以如果大家可以的话，可以帮我问一下 ET 布鲁有没有兴趣来放音乐这样。对，然后我们持续的在 call 所谓的 CFP， 就是大家如果想要来表演的，想要报名闯关游戏的，想要你的坑想要来闯关游戏的，或者是你想要开一个工作坊的，或想要来上台主舞台做短讲的，都欢迎来。我们的表演有三个 slot。我们今天呢，我去那个 Web 3的频道的时候 ，Vivian 表演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才艺，所以就是他应该会，我应该会强力的推坑他来做表演，对。然后短讲的话，我有推坑一些人，就是欢迎大家来报名。然后这是蛋糕，我们预计买兄弟饭店的蛋糕，16寸，超大，对，所以之后会欢迎大家报名来当切蛋糕的人。听说是用牙线切啦，就是我们那个蛋糕已经大到没有用一般的刀来切了，所以要用一根非常长的牙线来切。然后我们纪念品投票的话，目前最高票是要做拖鞋跟卡夹，对，所以就是会有拖鞋跟卡夹来当做我们的纪念品这样子，对，好。大概是这样，我们今天10周年的坑的进度大概到这边，然后接下来是我的摆摊的坑，摆摊的坑的进度，我看一下哦。